届北美中华小姐大赛8月5日在环球影城希尔顿饭店盛大举行。当天，16位来自美国不同地区的佳丽登台亮相，展现自己最美丽的一面。当天大赛最后由郭威夺冠，并将代表北美到香港参加总决赛。晚会开场，16位佳丽们身穿白色军装制服，跟随着轻快节奏亮相登场。随后接着有旗袍表演、泳装秀、白色系列服装秀、晚装秀，让观众们大饱眼福。16名佳丽们更显特色，才貌双全，各个方面都非常突出。